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一只阿远 YouTube 频道的人呢，记得按下订阅哦，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안녕，生活米达，哟，我是 K。大家好，我是阿伦。生活米达 ，Hello， 大家好，谢谢。耶，瑟瑟刚下班啦，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力气，不过没有关系，待会呢我们就会让瑟瑟怎么嗨，因为我们待会要去的呢就是江南的夜店。听说呢，江南的欧巴都很帅，有没有很期待啊？很期待，不敢抱太大希望，失望会大。好好好，那我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但是呢，听说江南的欧巴都很帅，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江南的夜店到底有多好玩，好不好 ？Ken 真的超级兴奋的，因为呢，今天是他的脸上，没有，因为我要拍片，因为我要拍片。你就是阿元最兴奋。总之呢，待会去夜店叫什么名字？Otago， 对，刚才呢 ，Ken 说为什么要去 Otago 呢？因为阿元说他已经去 MB2 太无聊，就觉得我没有觉得太无聊，他觉得应该要去其他的 club， 然后我觉得可以去江南的。因为问江南有什么好有趣的 club， 然后我说 Otago， 然后他说没有去过，一定要去一下。那你怎么会？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一间夜店？因为你去过，对。真的，那时候新闻话就会很多，所以待会我们就跟着 Ken 的脚步一起去江南的夜店。我们到了，然后呢，夜店就在旁边，夜店旁边就是 hotel， 这个 hotel 还是很不寻常，它跟一般 hotel 有点差别哦。它前台人员不在。对，它可能是可以随意进出。对没有关系，但我们今天也不会带人，我们今天会非常的安全。乖乖回宏大的，乖乖回宏大。对，好，那我们就进去吧，耶！好啦，我们想说先来挑个酒之类的，刚好夜店旁边就是 ZU， 所以买个酒，小喝一下，微醺后再进去。要喝烧酒。醉一下、啊？没有，你们要一开始就喝烧酒吗？好，那不然喝啤酒。没有，可是我觉得喝啤酒就是不会醉。对呀、啊，依我们的程度，喝啤酒绝对不会醉。我们一定要喝浓一点的。好，啤酒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汽水。在路上。不是我，不是我，是你。啤酒。是你不是我。是你不是我。刚才阿伦说在喝，因为商店里面不能喝酒，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来喝，超爆了。真的不能啦，大家来的话也不要在里面喝酒。哦，对对对。不要啊！我靠，现在负二度。来，我们赶快把它灌完，就可以进夜店。赶快喝，赶快进去。我们现在就是一杯烧酒跟一杯啤酒啦，然后就是五个人一起把它喝完。对，我们要有点微醺。对，我们快速，然后微醺进去，然后就给他一个的来啦。我微醺的你，对啊，他怎么感觉？不要，我不用喝，我不用喝就可以微醺。因为我们太早来了，所以好像没什么人。对，真的没什么人。哎、欸，我们是不是太早来啦？没什么人哎、欸。但是这里厕所是还蛮好看的。对，它厕所蛮美的啦。我觉得这里环境比宏大好。完全不能比，对，这要来吃来这里，真的，但是就现在没什么人，人好少，好，可能等一两点吧，好，等一下。很少很无聊，所以我们就出来外面的便利商店泡泡面，真的很无聊，大家出来泡泡面。而且大明刚刚吃很多，但现在还是一样很饿，真的很奇怪，冬天超容易饿的，所以我们就出来泡泡面啦，耶、yeah ！好吃泡面。太多，等一下要人多。
而且这边没有 K-pop， 这边 EDM 就是从头到尾完全没有换别的音乐，就是大人的 club。好累哦，就我们四个快不行了，真的不行，我真的很想睡觉哎。我们下次去 gay 的 club 啦， gay 的 club 真的很好玩。好啦，好累哦，推荐大家去。好好睡觉哦，好累。我们这四个很乖耶，超乖的。而且这里的男生不会乱摸，比较真实，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好，就是自己各玩各的。而且我觉得那边空间很大，比较干净。对对对，比较不会那么挤。在 NB2 超热，超挤的。在这边算的，我觉得这里好冷哦 ，NB2 好热。对对对对对，好啦，休息一下。我们结束啦， yeah. 真的超累的。刚才还有人说到三点哦， oh. 我后来刚刚问了其他人说，哎、欸，可以现在就走吗？两点半，不好意思。对，小白的小时，里面音响很棒，音响很棒，音乐也很赞、嗯，对对对，颜值也很高。对，我爸欧尼颜值都超高，真的太累。我想下次我们这一定要去 gay 的 club， 真的太好玩了。下次拜托，我们可能下午要先睡觉。对对对，我们今天上了一整天的班，我们今天下礼拜了啦，下礼拜周末，真的，下礼拜周末直接去 gay 的 club。直接去离太远好不好？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来江南的，因为这边颜值真的是很高，跟宏大真的是不能比。嗯，我觉得如果是25岁以上的姐姐们来这里，对对对，西方人超多的，而且它是有两层楼的，然后两层是不一样的音乐，我觉得而且不会被乱摸，对，不会乱摸很好，不会乱摸很好，因为宏大会这样。他会蹭你摸你大腿之类，但这边完全不会，就非常的绅士gentleman 的感觉。对，推荐大家可以来。对，推荐江南的很赞。好，那就这样子，少女学姐这支影片，喜欢这支影片就帮这支影片一个喜欢，然后记得 follow 我们的 YouTube 平台和我们的 Instagram， 那这支影片就安妞。安妞。啊，我现在觉得我很害怕。我觉得他一定很累，所以他现在要把窗户打开，不然会很想睡觉。哎，我真的现在很害怕哎、欸！他那个车真是左右在晃哎、欸，很可怕，我真的快吓死了。他超快的，而且他跟前面的车超近。嗯，阿鸟哎，我真的是母汤了，母汤真的母真的母汤了。기사님，혹시괜찮으세요？졸려죽겠어요。맞아요。저희도 왔어요몇시부터네네네 일하셨어요5시요오후5시에서지금까지일하고있네요네화이팅화이팅왜大家我们平安的到家了我的妈呀刚刚这快吓死了，最后就是 Kate 鼓起了勇气问了司机，真的没事吗？司机说他从今天就是5点开始工作到现在，然后他家就是离新村宏达很远，所以他待会还要再回去。他说他真的快累死，他是认真的讲他快累死。然后我们最后下车前还跟他说怀婷，我的妈呀，我让四个人真的快吓爆，真的是吓尿哎、欸！因为刚刚我们在上那个快速道路的时候啊，他车狂晃，他晃左右晃右，然后他那个每一条那个。分隔线啊，他开在那个分隔线的中间呢，我真的快吓死。然后他一直不断的就是刹车，然后又开刹车又开，然后一直很长，就是差点撞到前面的小客车或旁边的小客车。Oh my god， 我真的快吓死了。然后是因为到最后我们就是跟他聊天，他才比较清醒。我跟你讲，我们四个人也不需要什么酒醒。我们就直接在车上就直接醒酒了，我们真的是醒酒，完全不需要喝什么醒酒汤什么之类的，直接刚才就一度醒酒，太可怕了。刚才那原本喝的那些酒精全部通都退了，我真的觉得是首尔怪谈的。因为我之前跟米露常看一些韩国电影，然后韩国电影都会讲到就是你知道地狱朝鲜啊，然后司机过劳的那些问题什么之类的。 Oh my god， 刚才就直接体验好不好，真的快吓死了，母汤好可怕。好，阿远现在要去洗澡了，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小记录，吓爆大家！以后在首尔搭车子，对，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好可怕。好，就这样子，安妞。